也爸爸。好，其实你们知道你们今天是来自两个很棒的音乐团体吗？我们会给大家一个粉刷匠的旋律，每个人会编四句歌词，然后看谁能够猜到我们这位歌者他到底。我们第一个要参加的就是我们的佳佳，要画画的是我们的星星 baby 和言琪。哦，全是刘虹画的。好，请各位注意，维嘉开唱。丝丝又芳芳，丝丝又芳芳，这个已经该到了点了。准备开始跑，最后一句，最后一句，吓了一大跳。首先，星星猜一下佳佳哥唱的是什么？我觉得是一个电脑吧，有可能是。蛇就是鼠标嘛。真的假的？你再画一件大衣服，有力大扣子。站在一个墩子上，看后又可爱。现在不是对不对的问题，是画的真的丑。看海涛画的好吓人，最先答出来是娜娜。哎，涛涛现在画的好了。涛老师还在上一道题没有出来。他甚至可以在上面跳情人。哇，那睫毛滑。哎呦，来吧，情人来一个。哦，好，找到秘诀了。OK。防苍蝇的那个。照在桌子上面的、那个。但这个看他写了这么久，应该是个名字很长的。治疗者。一大圈。虫儿飞，虫儿飞。好，一大圈来上。我要做饭嘛，到时候就是涛哥会给沈纯姐做饭。来来 ，baby baby， 别做了。来 ，baby baby 加油 ，baby 加油。这几边上的比我还费劲呢。哎呦，朋友们，把海尔兄弟推上去。好来 ，baby 来了。不是吧？大家好，这里是一个预防上传失败的防撞车。祝看到视频的你天天开心，生活愉快 ，Love and Peace。底下有五位参赛者，他们每个人耳机里面传来的音乐有四个是一样的，还有一个是另外的音乐。自己人觉得你是卧底，也不能让。歌词和耳机听四十秒钟音乐。这里面有一个人的歌和大家不一样，或者他是空白。好，时间到，摘下耳机。好，穿得好合适啊，这首歌。这首娜姐怎么懵了？差不多吧，差不多。啊！你不要管人家。是这样的，那个他刚才的舞步不。我跳的是那个作者的创作心情啊。笑得有点过了，应该是嘻嘻嘻嘻。来，三二一，停止。现在 baby 和言琪 battle， 意境也可以，或者感受也可以啊。15秒，预备，开始。对，那是一样的呀。好，时间到。真的假的？我都没看他在跳什么。他们跳完以后，我觉得不是他们两个了，没有。我觉得他们跳的是我心目中的舞。你刚才跳的跟我那跟他们俩的是完全一样的。哦，我先吧。
这个我这好难，已经没有可形容的了，感觉。就我知道这歌手是谁啊？我知道是这首。不是不是，我说句实话。一，请指。张延琪出局。然后那首歌我本来也不是很熟，因为我是这样的人，我也不会听这样的歌。啊？我都根本不知道这首歌怎么跳。怎么跳啊？好像唱，好像像。我们看谁先踢到谁啊？哦，这样。是不是还有一个动作？是这样的呢？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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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OK， 谢谢。